网易云音乐一直致力于扶持原创音乐，你们持续几年的石头计划里，就是为了给有才华的音乐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而我们这次的达人秀和你们是一样的初心，就是为了给有才华的年轻人创造机会。你们这个活动我也有了解，想法不错。这场达人秀的音乐板块中，大部分的音乐人来自于网易云音乐，不如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把这场活动做成行业内的标杆，让网易云音乐成为这场活动的联合出品方。这个想法确实不错，我个人非常认同，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给到你们一个确切的答复。这样吧，我把你们的项目带回公司，马上开个会，一旦有确切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怎么样？是这样，因为明天将会对达人秀做一波持续的宣传推广，时间非常的紧张。如果今天咱们下班前能定下，那么就可以将活动正式向外推出。好，没问题。好。网易云音乐要跟达人秀合作。他们愿意为达人秀提供所有的音乐资源，并且为音乐人提供推广资源。这次活动呢，涉及的音乐作品比较多，原本有些歌曲是需要获得特别授权的，但是这次我们以网易云音乐联合出品方的名义发起，版权相关他们就会负责处理，相当于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现在我们只需要负责活动场地还有达人近半个月的培训支出就可以了，我算过了，经费完全都足够。行，让法务部拟合同吧。夏言，这个工作如果告一段落的话，那你和林浩学长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了吧？安全论坛刚落幕，现在又来了个达人秀 ，SG 的硬骨头啊，真是一块比一块难啃。我现在忙的连跟林浩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还不如当初异地恋。我说那些资本家就这么压榨你们这些小白领的，除了工作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要是工作的压力吧，我倒不怕，关键是除了一个处处挑你事儿的女上司，还有一个行为可疑的男上司，我简直就是夹缝中生存啊。什么意思？什么男上司？哎，你过来说嘛。哎，亦正亦邪，听我仔细跟你们说啊。他认真工作起来吧，是个很有魅力的大 boss， 但是呢，没在一起待两分钟，他就开始说一些不着调的话。我刚要抗议几句，他又开始公事公办起来。我有时候怀疑啊，他是不是个精神分裂？还有，他会对我言语暧昧。说什么了？他平时上班总是很挑剔我的穿着，要不然就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的说话。而且还经常问我男朋友，办公室性骚扰，性骚扰，不至于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这种事情宁可多想也不能大意，很多职场性骚扰都是在一步步试探中加剧的。如果你现在不表态，或者是你退让了，很有可能就从言语骚扰变成肢体性。一定是个老变态，他其实也不老。而且我们公司很多女生都欣赏他，都想围着他打转。我觉得还是太不安全了，万一真有这样的上司，要发生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夏言，你还是辞职吧。这有什么难的？本宫专治这种变态老男人。什么时候需要我出马，你就吱一声，我保证让他下半辈子都不想见到女人。这个是黄总他们公司的成品研发报告。那这个的研发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公司准备在明年 Q1 Q2 上线的新产品。其实你也是吗？看什么呢？刚才那个绿油油的帅哥是谁呀？他呀，他就是那个。哪个呀？你口中的变态老男人。这么帅啊？喂，我午休可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紧着点。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呀。知道啦，走吧，好好吃饭。
你可没告诉我是这么有型的一款色狼啊。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啦。同样的话，丑男人说是骚扰，帅哥说呢就是调情。你遇上的这款能和你调情算你荣幸。我看你啊跟他一样变态了。既然你这么不受用，那不如交给我好了，一个月之内帮你搞定他。别了，他高深莫测的，跟你之前遇上的男人啊不一样。那更有挑战性了，只要我出马，保证让他除了我对其他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而且是一辈子的那种。那不是等于把你送进狼窝里啊？我乐意啊。喂，夏言，你是怎么盯活动的？王一婷肠胃炎犯了，她来不了，你知不知道？她肠胃炎犯了，违约金都打过来了，替补人选你有没有？活动可是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既然我们宣传的是50个人，那必须到场的有50个。好，我马上回去啊。就走了啊？出大事了，我之前联系的那个网红撂挑子不干了，我得回去联系个新的人。牛排不吃了？走了，阿妈。喂，是我。上次你跟我说那什么活动来着？大家好，我是北北。好，北北，来这一位，您是 ？Hello， 你们好，我是蔡欣。哇，名字非常好听的蔡欣。这一位，您是？大家好，我叫孙迪。好，来这一位小姐姐。大家好，我是 Coco， 非常可爱的 Coco 小姐。好，我是林佳。你就是那个来救场的美妆达人，开不开心？我可是听说你遇上麻烦了，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怎么样，仗义？谢谢你啊。不用谢，你快告诉我许成义在哪就行了。你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执行我们家具店里的计划，让他爱上我，从此再也不理红尘俗事。喂，很爽。达人秀可是我来 SG 第一个主理的项目，你要真想帮我，就安安心心的陪我把活动做好，其他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你放心，我有分寸的。再说了，这个活动是我自己要参与的，跟你没关系。你就好好看着我怎么把它拿下，让他再也不敢欺负。您就是徐总吧？你好。都说徐总您是 SG 的招牌，男神中的男神，今天一看果然让人眼前一亮，看来老天是想安排我一段奇遇呢。请问你是？我是你们刚签约的美妆达人，我叫 Coco。 不好意思，与达人联络不是我负责的。不是由您负责，也可以互相加深一下了解。在活动上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找我们运营部的夏言。就是夏言告诉我你的情况的，不过我还是想跟你亲自聊。夏言告诉你的。嗯，那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的可多了，想知道吗？没兴趣。